讲话、聊天、聊天、谈情说爱，很棒，大家放松的，你就讲，你有什么答案你就讲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，没有一定的答案，有人说弹琴，有人说聊天，有人说唱歌，还有一个朋友讲，你现在跟他讲故事，然后这个好像在跟他一直讲一讲，他同意这样，好像嗯，对对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一直在听。你觉得他是什么，就是什么，一张画可以有很多答案，那这张画就比较成功。你觉得他是什么？好，但是重点在这里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哦，我后面这些，你觉得后面这是什么？后面这个紫色的部分，花，花，花，好，陪衬他的时候，至于他是什么花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已经不重要，他已经是陪衬，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两个画得很清楚，然后到这边，这边有叶子，有花，可是到后面下面慢慢慢慢慢慢就比较没有刻画的那么仔细。还有，你有没有发现留白这边也有留白喽？就很自然，好像那个花或是叶子后面还有更另外更深深的空间在那里。那说到留白这一张，各位看看这一张留白。